达拉市仑峰社区的大庙前，有一位姓胡的男子拿到一支大型的火锅牌，希望因某给他一个机会，吸引贵路民众的注意。就他生日前一天呢、啊，然后生日那一天我也有犯错，反正都是我唔对的对啦。可能是规家伙啊，规起来去安怎迄款的气味，和因某因厝惊到，姓胡的男子才发觉这声代志大条。说到威胁到他个人人身自由，还有他的安全，让他心生恐惧、啊、然后他有去申请紧急保护令，所以不能靠他家100公尺。我前天为了去看小孩子，靠近他家门口就被派出所抓去了。啊！我为了看小孩子而已。为着要求某的原谅，姓胡的男子向大庙神明来忏悔，求得三个神杯，连神明都认为伊有心要来悔改。你拄只看三个神杯啊？啊我甲新民讲，我较早唔对啊，啊我今仔有心心要改过啊，我真正非常需要这个家，我希望伊到会使甲我斗相共。嘿啊，若是要我斗相共，好我三个心肝，是好我三个心肝啊。对社会男主悔改的行为，有人无认同，嘛有人认为真良心。你敢看伊咧徛？你有甲阿坤无？快讲啦！找不到都爱看合作你的老公做这样行为，你会原谅他吗？哎，不接受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接受？啊，已经都因为那个长期行动修改哦，真心的这样子道歉的话，女生还是会接受，还是可以接受啊，还是可以接受。因为毕竟他站那么久，站那么久。社会男主带的家己，这两天拢来到六，并且困在车顶，为着要求因某的原谅，为着因的家庭和乐。伊会继续伫庙前来发起忏悔。记者黄龙宽采访报道。